见面会，我是广电集团的主持人杨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来你们最喜欢的两位主创，让我们欢迎导演陈国辉，还有你们喜欢的李易峰，欢迎两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。我觉得今天深圳再次入冬失败了的感觉，因为大家太热情了啊！好，那刚才看完这个电影，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感受，想跟两位主创来交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提问单元，好不好？想提问的，还有就是说一说你们看完这个电影最感动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待会儿就送出这个亲笔签名的珍藏海报送给提问的朋友啊！好。准备好举手啊，三二一举手。哎呀天哪，那好难抉择。好，那个白色大衣那个朋友，好，你问啊，你就大声一点就可以了，我听到啊。挺高难度的，用粤语互动啊。可以的，导演试一下，你试试。哎，他广东话很好。啊，你先想跟他讲广东话。我听懂一点点啊。语言天赋很高的，嗯，讲一两句吧，观众。讲什么？你说我讲。我玩哪一点？太棒了，好厉害！好，这个心愿已经完成了啊，今天晚上应该会很兴奋的睡不着了。来，下一个想。举手。好，那个，对对，好，这是你，你问吧。回去我会认真的跟工作人员开会，讨论一下这个事情。啊？生日会。深圳，我想一想。好，所有的会都要开完会以后再定。我会跟他们说，嗯，好吧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今天的广播。我在老那个演唱会上唱了粤语歌，对，还可以啊。而且我们这首歌的好不好听？对，这也是大师的出品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买都票。哥哥，我很累了。哦，我唱最后一句吧。哇！哦，我们一起好不好？一起。你在哪里？请跟我联络。哇，谢谢，好听哇！谢谢你们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这个大礼了，就是要送这个签名海报。我们还是这样，导演来说台数，然后峰峰来说位置，好不好？大家把电影票拿出来啊，对一下。来，导演，你说一个牌。第五排几号？第五排四号。五排四号的朋友啊，好，谁啊？有没有？好，有啊。有三个，拿那个票根到我们的影城的工作人员那里去兑奖啊！我们到签名的海报，来，导演再一个。第七排，几号？七排，24号，哎，有吗？七排八号。中奖的朋友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观众当中来一个大合影吧，来吧，来。啊，不要往前拥挤啊，大家可以往中间聚拢，所有的朋友。好，我们同样要祝这票房大卖，大家所有的朋友给这个手势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对，大家都举起来啊！来，我们一起祝电影《怦然心动》，你们说票房大卖喽？我们一起祝电影《怦然心动》。好棒啊，
谢谢大家。